间十二岁女上水色魔另有其人。日前上水清河村被捕的24岁姓彭的男人，经过12岁受害中一女生认人之后，确认不是涉案的强奸犯，但就涉及另一宗同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案件。警方经过再三比对 CCTV 影带，发现的色魔应该再后生一点，重新锁定目标之后，昨晚8:09在大埔拉了个18岁姓李的疑犯，扣押在大埔警署接受重案盘问。消息说警方正核对色魔背景和 DNA， check 下他有没有涉及其他风化案。